前一阵仔因为梅花关系，台南地区是落了几日间的大雨，虽然讲无来出现严重的灾情，不过嘛，雨带来主要农产之一的木瓜是出现了水伤的情形，真侪丛的果树是无法度顺利结果。市议员游英弟是特别邀请到市府农业局的相关人员来甲乡邻关心，希望讲会当为农民来找到适当的办法。前一阵仔，因为梅雨的关系，予台南地区接续落了几日间的大雨，嘛予带来地区的木瓜出现了水伤的情形，而无多顺利结果。面对着即将要到来的木瓜产季，予农民是相当的烦恼。因为阮做农民，足辛苦啦，吓啦，啊，即马伊向阳落遮雨嘛，阮规个木瓜规个拢晒落，啊，即马木瓜无当采收啊，袂当采收啊。伊即马就是算讲伊怎啊长，怎啊向阳适应，啊适应无，伊即马来。伊黄起来就死用，啊死用！你即摆来市场，伊就袂接受啊。伊都唔买啊。嘿，伊人都唔买啊，还佫足济个啦。哦，是拢都进偌济？我可能头有两角外，受损的面积头有角外。角外一半。嘿，还有一半。即摆会有安尼状况，主要是因为金波去收了伤过济水分，造成了乱紧的情形。市员游龙志嘛，带领着农业局相关人员来到了现场勘查，并且希望当为农民来找到相关的救助办法。啊，最上诶，过去拢卖20块诶木瓜计数吼，即卖已经拢落价剩5-6块啦。啊，最近日头搁出起来较无落吼，有搁小可回升啦，但是嘛无10块啦。当然，区公所后报即个灾出来啊，但是希望讲吼会当生效，啊，搁包括咧啊，咱如何来和这果农咧，包括落来啦吼，木瓜往来即个部分咧，会当透过咱市政府咧，甲咱关心咧计数会当提升，嘛果农咧。袂讲落大雨落了吼，啊，这水果呢，那收呢，那少啦吼，这是百姓呢，啊，因的这个果农呢，一个愿望啦吼，咱嘛寄望呢，农业局呢，会当对着这点呢，来妥善的来处理啦吼。你已经烂紧的木瓜需要规丛敲掉，然后再搁重新栽种，损失是相当的严重。后来相关局处伫咧经过评估了后，因为农损的比例无达到规定的20%，所以无多使用现金补助。敢若期盼民众会当加选买，合农民的辛苦甲损失会当得到一寡回馈。记者郭佳明大来区采访报道。